这个世界上小清新们无病呻吟还不够多吗？啊，好了，好浪费，好浪费。哦，可不可以给我？我想自己收着，不要丢掉啊。好浪费。阿明自认是艺术家，应该是个自带出场 BGM 的男人。看你的 BGM 是什么，来听听。去你老母的四叔！杜巧明媚的忧伤，真正的强者使命是给世界带来艺术的欢畅。好好艺术哦！阿明固执的觉得那些认为人生的意义只是单纯看看这世界的人，实在是空虚又无聊。也许你能真的穷尽一生，用双脚把这世界丈量。啊，Hello，扣扣安安，之前你有犹豫要不要买？这款我觉得还不错。阿龙，你认识一只？会被电。都不是吗？这我要怎么样把世界丈量？干嘛？哦，要按照顺序是不是？再来二。六芒星。噔噔。才需要到处撒尿证明他来过世界，我尿故我在。可我们是人，当上帝已死的呼唤响彻人间，年轻的一代已在相信复活的死人会毁灭，同活着的人一起接受最后的审判。阿明好强，我们终于彻底认识到这个失去的神意祝福。的冰冷宇宙中，现实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而荒诞。这个吗？来了，哎呦！好在我们是人，好在我们还有艺术。现实也许够完美，但美好的艺术总能给我们以补偿。画上去吗？我想画其他的地方哦。行，哦，美人痣哎，哎呦，文青，哎没有，可是我觉得上一位比较文青，这位还好。上色是不是？
看越伟大的作品越难以被世人所理解啊，好可怜啊。但丝毫不妨碍我们承认，永恒的艺术才是我们这些凡人达成不朽的唯一希望。别误会，别误会，阿明并不是一位画家。你到底是谁？阿明，你是谁？是游戏开发者。大多数人把阿明定义为一个游戏的开发者，只是阿明一口认定艺术是游戏是第九艺术，称自己为艺术家才更是恰当。老实说，阿明以前也算是做出一些小有销量的游戏。但我当然说的并不只是上面这些，他们显然不仅仅是小有销量，阿明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又做了些微笑的工作罢了。阿明做了什么？山寨是不是？2048会改成什么？2098。4098。还有吗？4096什么意思啊？神庙逃亡。神庙逃亡。DK 晚安哦。有道是天下游戏第一大抄，一大抄吗？不过他常跟人家讲，这些东西只是用来养家糊口的罢了。的确是，他这辈子的终极目标是做出一个让自己死得无憾的艺术性游戏。哦，2048×2，人们问起到底要什么样的游戏才能让他死而无憾呢？他总说：“我还在酝酿。”新的一天开始了。阿明觉得那些习惯在厕所里玩手机的人是不懂得珍惜时间的。就让手机上这些碎片化的资讯继续轰炸那些凡人们可怜的大脑吗？大脑吧。真可怜。像他这样立志做出不朽游戏的人，会把蹲坑的时间都花在酝酿创意上。他只是把它美化。哎呦，哎呦，嗯，各一块，各一块。看来今天还是不能酝酿出一个完美的创意，慢慢来吧，阿明想。阿明有便秘的困扰哦。每当阿明打开 APP Store， 看着那些充斥着氪金游戏的排行榜，他总为大众的游戏品味感到悲伤。但想到这些现存的游戏市场有多单调，留给他的创作空间就有多宽广，阿明又忍不住的异常兴奋。唯一前后一致的哲学立场是反抗。野生的氪金王出现，阿明要怎么反抗？收服吧。可是现在应该不能收服，感觉要先攻击哦。收服失败啊，被攻击了！我靠，氪金
你这种超猛哎、欸！继续攻击，只有一，完了要被做掉了啊！谢谢大家。氪金之王作为好朋友吗？所以他才会做出这么多山寨游戏。这个啊，生气了啊，又失败了。逃跑。打不了，最后逃跑。逃跑也失败了。来个提示吧，时间会结束这一切的。啊啊，应该要让它结束吼啊！再来一次。就等到时间结束。看后面会怎么样？哦，重试是不是？要怎么反抗呢？放弃吗？我先看看放弃。我不想放弃哦。他那个氪，我点开，我们再试一次。氪，哦，你说这个啊？这个不能点。再随便选一个吧，选攻击好了。等时间到，然后选放弃。想了想，阿明觉得一昧蛮干并不可取。要反抗现有的秩序，首先得摸清当下游戏行业的现况。所以阿明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玩游戏。当然，他用自己的话来说，这叫游戏颜调。先颜调一下今天 Apple Store 榜首游戏是什么货色吧，他想。叉叉战争。诶，为了庆祝叉叉战争线上用户突破10亿，即日起新用户来就有250宝石。
哦，那我们一开始就有250宝石哎。噔噔，开始吧。这也太那个了吧！疫情结束绝对是250宝石，好想继续等待啊！不给我等呢、欸。哇靠，要300兆。靠，冲你老母！冲你老母！冲你老母！现在的人做游戏，真的要一开始就这么高吗？才画上黑白线稿，连色都没填上就急着出来坑钱了。研究这样的游戏又能对我有什么帮助呢？罢了罢了，还是去那些单机游戏里挖掘挖掘吧，说不定能找出灵感的碰撞。霸气点就等吧。哦，颜色大作战，开始吧。任意位置跳跃。哦，原来是这样。好。哦，历史最高分一分。再来一次。红色是吧？哎、欸，是绿色、啊。一个休闲游戏啊！我玩法倒是马马虎虎，看我在看字，只要这画风又是俗气的点，我要第九艺术可不是这样。你标准太高吧？其实我觉得这游戏还不错，抬走下一个。真的假的？我觉得这还不错哎、欸。游戏中玩游戏，对啊，我还蛮喜欢这种游戏的。是个 in game 哦，左右旋转，啊，我这看久头会晕哎、欸，游戏的画面有些独特到风格。估计能唬到不少萌新玩家，看、啊、我真的被唬到了，我觉得也还不错，终究只是个快餐游戏吧，玩法单调，没有什么内涵和思想，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也不是我想要的。这位大哥有点挑，如此而已，哎、欸，我还蛮喜欢这种小游戏的。至于到底是什么阿米想要，他每天在酝酿着。他觉得如果不能酝酿出一个完美游戏创意就贸然开工的话，这样的妥协无疑是背叛自己的艺术理想。条件真低、欸、我真的还蛮喜欢这种小游戏的。又是一天快要过去了，阿米理想中的游戏创意依然难产。虽然伟大艺术家们大多和自己一样饱受拖延症的困扰，但这么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啊。再研究一下今天最后一款游戏吧，那个吗？2017，这就看起来就有点复杂。我大概知道这是什么游戏了。没盖啦。哎、欸，不能盖啊！有可以了。这个部位是射多一点，
油加油！等的地方错了吧？怎么会在这里？最后一个有点失算，等的地方好奇怪。这个也是，他失算。哦，是这样啊。啊，失算。啊，狙啊，狙狙。GG 啊！我家棋子要动，我来试试看。对耶啊 ！GG， 啊，这些人都没有在动。这样应该算勉强过关吧，没想到今天碰上游戏倒是少见制逆制作精良，看来他喜欢这款有这种类型的游戏，现在闲着也闲着，不如在他的基础上做点微创新，微创新去干活，毕竟艺术家也要张嘴吃饭，人不能只拿着情怀当做干粮。他要开始抄了。对这样的事一旦想好，阿米行动起来倒也没什么商量。部落守卫战威力加强版，废到笑。其实这类型游戏是还不错玩啦、啊，是我自己真的还是比较喜欢以前的小游戏、欸，就是前面被阿良唾弃的小游戏，其实我还蛮喜欢的。然后改变字体是不是？换什么字体啊？是变成 2.0 哎、欸？是要换字体吗？换字体。小游戏好多，小游戏很好玩呢、欸。哎、啊，是这样、啊。哦哦，懂了。把 CMP 改掉是不是？ 2018， 算算全部删掉。这样。阿明工作室。哇，他自己开一个工作室哦，大家偏好游戏不一样。完美，天哈，时候已经不早，今天先到此为止吧。
每天临睡觉前的时间总是最难熬的。这是说我们的阿明也会失眠吗？该不是吧？我觉得不是，但是先选刚刚否好了。不，只有内心空虚的弱者才会失眠。阿明觉得自己只是有点小忧郁罢了。大概这点忧郁的气质也是艺术上必须负担的代价吧。虽然暂时没有拿出出手的作品，可能自称艺术家还是尚早。但夏目漱石说过："心中有画的人，即使从未做过一幅画，他也早已是个画家了。"这话也差不多能套用到我身上吧。他这样想着想着，想着想着。开始数羊了，只羊。10只羊，连夏目都出现了，赶太快了，到底几只羊啊？这个有几只来不及算啊，这个17号随便猜。不是，是不是42？也不是46，三个都不是。到底几只羊呢？还是不数，数到连阿明自己都不知道有几只羊。对于有些人来说，数羊也许会有用，但在阿明身上行不通。因为阿明每每对自己暗示，数到999只，我就能睡着时，到最后总会悲哀的发现自己竟然真的能数到这个数。这种沮丧感只让他更加难以进香，所以现在当阿明睡不着觉的时候，他更愿意想象脑子里有一个小人在推一块巨石。推上去又掉下来。不断的尝试吗？就像现在的阿明这样，不断的复制，又不断的陨落，自陨落，复制陨落，就像那些庸碌者们幸福的一生，就像那些庸碌者们荒诞的一生。不用担心那999次后会如何，因为他知道第1000次推上去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有人说，忧伤者有2种忧伤的理由，要么他们无知，要么他们抱希望。拿这话形容他们，确实这样，是这样，这样样。现在这个是谁呢？6点。离开书店的时候，我留下一把伞，希望拎着它回家的人是你。结束了吗？
70%认为阿青是一种矫情，不在里面。看到配音突然间有点惭愧，我把广东话给关掉了。50%认为 C 加是比 Java 更好的程式设计语，在里面。36%拖延症患者获得成就拖延症，你不在里面。结束的好突然，因为它只有4个人的小故事而已。你看完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种人？看起来好像都一直停在这个画面。有人知道的大冒险。好了，那就这样结束了。对，觉得对旁白很抱歉。好啦，其实玩玩的确是某方面来说还是有一点小难过，虽然很早就知道这个游戏的类型。感谢，哦，不会不会不会，我惆怅的，哦，是啊，它就是每个人生活周遭都会发生的事情。第一阶段比较像是我们小时候吧，小时候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不会上课就是不喜欢玩手机，那时候应该不是玩手机，上课喜欢睡觉，同学们传纸条，然后做一些让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觉得上课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第一阶段比较像是我们一般在全球的时候会遇到的状况，然后第二阶段是当你出社会过一段时间，比较会出现的情境，可能毕业、出社会工作，然后有了，也许你有了一点点的经验，就会觉得当你看待说一些经验比你资历还要低的人，你会对他们有一些反感或者是意见，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而他们怀抱着仅仅就只是个天方夜谭的梦想而已。不过就某方面来说，我自己也是有一点呈现这样的状态。如果以四个人来说的话，我可能会比较符合第二种吧，第三种类型的人，比较像是，我觉得很多创作者都会出现的类型，就我自己认识的方面来看的话，当，因为创作者本身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什么？我被感动了吗？我被感动，就算是有一点小小的感触，这样对，因为刚好其实好像这四种类型的人，我都有认识到，但是也许我觉得这种四种类型的人并不会特别限制在说是某一种人的身上，我觉得是。你随着你的资历或者是年纪的成长，你可能都会随时变换成不同的类型。
就好比，好比，第一阶段的人比较像是属于年纪比较轻的时候，第二阶段的人就是属于比较出了一点社会的时候，第三阶段是属于，他跟第二阶段的年纪会比较相近，但是他们的因为生活的方式，以前所生活的方式经历不同，所以才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微妙的变化。然后第三种方式，对，反正他们就是喜欢做着自己的梦，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一类型的人是属于一种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人，所以才会有做出许多创，不过创作者也就是大多是从这种类型的人出来，不是吗？然后最后一种类型的人，游戏嘛，我自己觉得最后一种类型的人比较像是在说，像是在做，虽然这样讲有点不太好，可是我总觉得制作这款游戏的人好像有一点处于这种类型的特质，他处于第三位跟第四位这样的特质，好像第二位有一点点 不对，为什么？我仔细想想，他好像都有经历过 哦，算了，没关系，就这样。让他let it go 好了，那今天深夜有小游戏时间也就到这边了。踏入职场就都是浮云的。好了，那也差不多该睡喽。大家晚安，晚安，谢谢大家哦，陪我到这时间。感谢 David 大大，感谢 Coco 大大，还有 Goodman、NPD，还有 Seren News 跟 Will，谢谢大家。明天晚上会再玩另外一个游戏，我继续把 Dispace 把它玩完。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进来收看。那先这样咯，晚安晚安，拜拜。